我自历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也故此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皆是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一一成中皆修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不一一佛祖皆有菩萨还会围绕佛当悉以生生生界现天之间各一诸佛遍在天地微妙舍根一一舍根出无尽因生爱一一一生出一切言慈爱怎样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即将学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火灾乃尽而虚空皆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自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也我自善男子眼光修供养者尽所有尽法皆虚空皆是妄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正宗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成熟佛一一佛说种种菩萨还会围绕无一不现恩怨离苦其身心前前之间其一上妙诸供养聚而为供养所谓化云满于前云也云天三盖云天地覆云天中听相图相受相莫相如是等云一一两如须弥三王乱中中等数等又等诸相又等一一等诸如须弥三一一等又如大海水里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种法供养最初为如所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持守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进修三根供养不舍不杀也供养不离出离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持法供养一念功德再分不起一千分不起百千俱至那由他分迦罗分三分数分欲分有波利萨陀分一波起一而一故诸诸如来尊重法故一如所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者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深供养虚空皆尽众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功乃尽而虚空皆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自供养以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也复持善男子言忏出业障者菩萨之念我于过去无世界中有贪嗔痴发生于一作诸二业无量无便若是何也有体相者尽虚空皆不能容舍我尽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成刹一切诸佛菩萨众虔诚心忏悔后薄佛皆恒诸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善乃尽而虚空皆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自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也佛自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皆虚空皆是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就诸佛如来从诸法行为一切之清修不拘不惜生命尽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就皆以一切众生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同无受诸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本真如种种菩萨自己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槃分不舍离
所有善根我皆随其疾病释放一切世界流去世尘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生我皆随其释放三世一切生疾病是否有缺无缺所有功德我皆随其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成苦行之久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其如此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随其无忧穷尽念念相续无忧间断生于一夜无忧彼夜复持善男子眼睛转法轮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皆释放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一可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一切诸佛尘等正觉一切菩萨还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清净全净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全尽一切诸佛贪嗔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彼夜复持善男子眼睛作注视者所有尽法皆虚空皆释放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数诸佛如来清净示现涅槃者即诸菩萨声闻缘觉无虚无缺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其莫入涅槃净于一切佛刹即为尘数皆为于你的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知全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彼夜复持善男子愿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诸法心清净不退不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不是薄彼为自己故为彼此学为魔术写经典记住虚名为中法故不惜生命和光王为成以俱罗供殿愿令一切所有寄于种种难行苦行乃至属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生动其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诸种种种为我出一切诸大菩萨种为道场我出声闻即彼之佛种为道场我出转论圣王小王眷属种为道场无杂刹利及婆罗门长者俱是种为道场乃至火烛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种为道场出于如来种种种为一圆满意如大罪真随其意欲成熟众生乃至世界如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喜如今世真彼如遮那如是经法皆虚空皆释放三世一切佛刹所谓尘中一切如来皆已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学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彼夜复持善男子眼恒顺众生者为尽法界虚空皆释放超爱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是生化生或有意于滴水或风而生住者或有意空即住为木者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生血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数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行星种种时间种种语言种种异性种种唯一种种衣服种种音
是出于种种存因聚落成于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族二族四族者族有色无色有相无相非有相非无相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尊师种种供养如今佛母如奉师尊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宾故为作量意以是道者十七真如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中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而已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能随顺供养诸佛如于众生尊重真实者为尊重真实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而已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应于众生而起大悲应于大悲生菩提心应菩提心成得正觉毗卢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罗根得水之夜花果悉皆烦恼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得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总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能于此意引入世界以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是随顺无有相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法扶持善男子言不皆回向者从诸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悉皆回向尽法皆虚空皆一切众生令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于心合法皆悉不成所求善业皆速成就观以一切诸恶趣门开始人天涅槃真如若诸众生因其其其诸恶业故所因一切其众苦果我皆担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求为相虚空皆尽众生尽解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智慧相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言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以此大愿随顺去如则能成受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就不懈菩萨诸行愿还是故善男子如如是一令如是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真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一切世界上妙计宝及诸人天最深安乐不是而说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说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说佛刹即为成熟皆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望以经语而所有功德一切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乃至有婆尼沙陀分亦不及或复有人以身心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以是句句就能除灭无物坚决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为成熟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就九般陀罗毗舍舍罗不多等因邪难柔诸恶随身皆悉远离或是发心清净受无是不若人从此愿者尽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也出于因以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因历尽一切众生悉因供养此善男子
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及等如普贤菩萨所得成就，为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伽罗僧人天所在之处，常具身着，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有，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是之王，摧伏群兽，斩首一切众生供养，有福世人灵命终是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为师悉皆教师，福相大成功成内外相马车摧正照出常住，是一切无福相随为此愿望，不相舍离于一切是因道，其间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理其间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四诸菩萨舍身断言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其人之间生莲花众蒙佛受记得受记，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皆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就当作菩提道场，向佛魔金真正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即为成熟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今为未来皆海光能利益一切众生，善男子必作众生若闻若行自他愿望，受持度众广为人所所有功德，诸佛世尊无无知者是故，如等闻之愿望，莫生一念，应当地受受一能作主，一能受受一能知，乃至数劫光为人所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心愿皆得成就，诸佛福具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会外中把其众生灵气助力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二十不见菩萨摩诃萨于众前自意，不观十方而说经言，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子，我已经今生于一切遍历尽无余，不现恒愿为胜利，不现一切如来前一生，不现察成身一遍历，察成佛于一生中，成熟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身心，诸佛皆充满各异，一切因生海不出无尽妙言之境，于未来一切皆赞佛甚深功德海，一诸最深妙法满伎乐普相其三盖，如是最深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深衣服最深香摩香烧香欲等诸一切如妙垢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界心身心一切三世佛悉不现恒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是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而成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其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则我今一切持戒转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于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其为愿救助刹城，皆利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主持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为向众生，即佛道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不现圆满心供养过去诸如来，即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人天使，一切一乐皆圆满，我愿不随三世学诸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光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下我下树成，所有诸众生愿力有万常难乐，我得生生正法人灭除烦恼，尽无余为为菩提修行，是一切具众生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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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夜叉九盘者乃至人与非人
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于心意注意而说法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事菩提心如诸常空无有于一切妙恒皆成就诸诸火业寂寞见世界道中的协同犹如莲花不住水一如日月不住空气住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的如是境遇察证皆是帮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境遇未来一切皆恒久不见广大心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与一切诸同即为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恒愿同修学所有以我善知识为我现学不现愿常愿与我同即为与我常生生心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之众为要与彼皆心广大恭敬未来皆无彼言愿持诸佛为妙法光现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不见道尽未来皆常修习我与一切诸有众学修福智恒无尽定慧方便即解脱或诸无尽功德藏一生中有生殊差异一刹有难思佛一一佛诸众会中我见恒言菩提心不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断三世海佛海其余国土海我便修清净界海一切如来于清净一念具中因生海随诸众生一乐一一一六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一念海恒传一句妙法轮我生至极苦真如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皆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即我皆入我于一念前三世所有一切论世之一常如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为离于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成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尽其所有未来众世等正道转法无君有究竟佛时是涅槃我皆忘记而尽尽数记周边神通力部门